哟，是很有大家好，然后我是那队长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 Craft World 第三四五六七，我忘记第一集了，等一下第一集了，失败啦，总之就继续我们下一集对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吧 ，Let's go。然后因为看起来就是开游戏有问题，然后就重新安装，还以为我这个进度档会消失，你们知道吗？吓到了，因为这进度档消失我可能会哭啊。这进多久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吧。然后今天要干嘛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不要问我，你别怕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吧。讲不动画，还是要看一下今天要干嘛。看看这什么号角魔法，不用用它。然后我们今天是高级建造要做完它，然后钓鱼也顺便做好了，我们来做漂浮。这是来干嘛？体感游泳的哦，我们有游泳的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做一个游泳。哎，有更新哦！可恶，我们先看有更新什么东西。好，我们就先做那个游泳的。哎，魔石，提高剑士技能效率。哦，越加越多东西了哎！好，我们先做漂浮吧 ，Go Go！ 漂浮需要这个，好，然后需要皮革就一个，讨厌。好，然后绳子，好做一个，然后我们看看有什么可以做。我们来做一点鱼的，好吃的好假的料理吧，就两个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做这个，这是什么鱼汤？鱼汤需要水，需要叶子，为什么是树叶？然后需要煤炭，玩错了，等一下，靠！有时候就讨厌这个的原因就是这样，你一按错就完蛋了。好，做一点，咻，好，可以了。然后就等它去煮，然后我看一下可以装备什么的。这是挖矿的，魔工法师挖矿。建设没游泳吗？我记得我们不是有游泳吗？有，我没记错。那你就不能带这个了，可恶！你就要拿漂浮，然后再拿棍子先。我看一下有谁可以换。这是伐木，这是钓鱼，这是木工，挖矿应该可以换，对。然后我们再换过去给他杠棒。好，大概就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来挖矿的需要这个，嘿咻，好，可以了。然后我看看，离万物来还有16分钟，然后我们应该还可以做蛮多的事情。这边小鸡，我们去杀一杀吧，嘿咻。然后顺便拿一点蔬果回来。哎，好多小鸡哦，好吧，全部都杀掉。然后就放两个，好，就这样。然后顺便砍一点树吧。好，然后我看看我们还能干嘛。继续哦。然后我发现到就，因为我是底下会继续一点游戏，然后你们看到这边没有？我记得之前没有飞的，它现在就有飞的，它居然会飞了，好恐怖！会飞的好恐怖啊！就好像会飞的蟑螂一样。会飞啊，这好恐怖！好，然后我们先把这边的铁矿给挖回去，后部，然后更换铁矿。怎么了？感觉没人了？我人有那么少吗？不要这样，要吓我！我人居然有那么少，来真的，来了，然后也把这边换。好，快快快，打掉！这个也要换啊！哦，后面还有，那换掉。好，全部都要换，然后再补回来。可以吗？好，没问题的，去吧。这个建造。你们不要卡在那边哦！啊，两位大哥，两位大叔，
你们不要卡在那边，很恐怖的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打掉这边，拿一点东西回来这样。这边的话就要这样子挖下来。嗯，会吓我。这样挖好了，这样啊，有了，这样很像样。我再加多一点时间，我那时候我就弄错，然后有人跟我说可以在上面加时间啊，我才发现原来是人可以加的。竟然，先挖先挖，哇哇哇哇！要打架要打架了！快点快点过来，快！加多一点时间，快！要消灭！我看看他们叫什么？他们叫一个很奇怪的是很奇怪的东西出来。打架，全部都打架！打架！这边哦，有了，爆了就好。那我们这边就再放多一个灯吧，比较容易看到。然后顺便把这边的东西都给挖挖掉。然后接着我们还有任务，我们还有什么任务啊？看一下，保护你的家。我们需要龙或者是甲子，好哦，那我们等一下再做。挖一个矿来探索更深的矿，这个是要怎样做啊？那什么？找到珍贵的金属啊！这个你所谓的珍贵的金属是不是这个啊？我记得这里，好，我们等一下挖下去就可以了，多方便。要先把这边挖好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那个什么已经开始了。好，然后看一下，哎，有长弓了，杠要怎么做？我们需要铁矿，然后还需要煤炭，你做多少就做多少。然后看看，哎，我们可以做好东西嘞。哎，我们好需要好多哦，等一下，这个需要好多哦。行啊，那我们就直接这样，然后拉 ，go。好，然后不用多说，这些全部都要挖回家了。然后我们先拿一点火把，我们用火把在哪里？火把放这里，然后一个放这里，然后这边要继续挖下去，这边挖一点石头回家吧 ，go。这边挖过去，都要挖。好，挖。挖。我们现在的行动就是要把这边全部都可以挖回去，对了。哦，掉了一本书，砍伐树木。好哦，谢谢。好，然后上面要随时注意有没有人来，有人来了。有人会防守吗？这是令我有点担心的一件事情。应该没有问题吧？不用理他，先继续挖我们的矿。这边不能挖了，为什么？哦，太高了。等一下吧。哦，技能说好了，基本装饰。这是什么？灰泥。哪里搞的？哦，墙壁粉刷，好酷哦！还有墙壁粉刷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做沙子，然后还要粘土，粘土又要不够了啦。好，做大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加气。什么基本木工就是做法。哦，又是复杂过程，所以我们需要大作。好，我们先做一个大作，需要一个钉子，然后需要木板这样，然后我们需要木材 ，Go。好，做一个大作过后，我们才能做件，黑柱，好酷哦。然后我们做一个夹子，为了完成任务 ，Go。然后我看看，我们有架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放架子 ，Go。这样我们就挖得到上面啦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这边继续挖下去吧。我们需要很多的矿。然后我们这边再放了一个门好了，反正魔法还够，没关系。好，然后这边拿到了，我们就可以放下来，然后这边再建上去。会修。好，可以。然后我们先把上面那个都给拿掉。
往这边，快挖快挖，全部都要挖！哎，小心哦！吓到了吓到了！啊，上面都挖，上面都挖！挖掉过后，我们再放，那你们就可以继续往上挖。我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地方，看一下。不行，哇哦，这边有钻石，这边有啊，金矿好多，不错不错不错。这边有虫虫，讨厌的虫虫。这边没东西了，这边还有一个哦，到上面来，到上面来就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挖吧，这样，然后再放，嘿咻。好，可以了，就这样。然后这边再继续挖下去，要挖掉，要挖掉，全部都要挖掉。我们不够，不够矿物质了，要快挖。好，先挖掉，先挖掉。然后我看看，我们这边也可以挖，就这样。呀，大工程啊，还有5分钟他们就来了，讨厌。然后我们的东西都还没做好。不要太快来哦，哥哥，我会怕的。好，然后我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能做。刚才那个做法，我们还需要一个铁镐。铁镐在哪里？这是杠镐，铁镐。为什么钢比铁好吗？真假的？我不知道哎。好，我们做一个杠镐。哎，铁镐不是杠镐。然后我们来可以做杠，哎，我们可以做这个，这吧，两个。好，做两个。好。然后我们需要把刀，刀的话我们就拿杠，然后这样放，然后就可以做两个，只能做两个，好丢。我继续往下挖，继续往下挖，放一个在这里好了。魔法石还够，不用怕。我这边也挖掉，这边还有要挖要挖，全部都要挖，全部都要挖走。快去快去，别偷懒了，快去快去。然后这个下面这个不能挖，这个只能代替的。嘿，可以了，不然的话会塌下来。然后下面这边还有金矿哦，又是你们，好多只哦。那边就先不要去吧，这边我再放一个门好了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上面这边为什么还没有人要来挖？快点快点，你们只剩下3分钟。做工具做快一点，不要偷懒，不准偷懒，不许偷懒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们可以这边挖掉，然后再把这边挖掉。还有3分钟，虽然说3分钟，但是加倍的话只剩下1分钟多而已。快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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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上面啊，上面啊，上面！天哪，我们挖得到超多东西了，有没有？可以修，可以了。把这个收起来，不行，挖掉挖掉挖掉，这边挖了吗？挖了我就把它拿掉咯。好，不行，好，可以了，那我们就继续等吧，等1分钟，挖到这样子就大概可以先停了，对，因为要打仗了，要打仗就该回去吃东西休息什么的。好，然后我也要先准备一下。选择矮人，我要矮人，我要矮人，谁都好，谁都好，给我按，给我按。啊，有有有有。然后你就先去吃，你先去吃，你就休息一下吧。你休息，你去吃吧，不要再做了。你去吃，可恶。你休息吧，你去休息，快快。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做就回家。好，快回家，快回家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要来了，要来了。我们趁最后一秒，我们先做好，看一下能做多少东西就可以了。基本的法杖，有法杖了，法杖。等一下，我们有法师，对，我们有法师，先做一个法杖。啊，糟糕，还需要制作，完蛋了，完蛋，完蛋了。都
我们先我看一下，刀还没做好，可恶。那我们就先把弓放上去吧 ，Go！ 不要用火箭，应该不用用火箭。好，可以了，来吧。来了来了，真来了。我们只剩下一个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只剩下一个？哎头，你看，等一下，吃吧。我没有。我哪出来了？我在干嘛？木甲不要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边 ，Go。好，这灯因为太下面，所以看不到。去吧。快点，好多只哦。我只怕这边有，没吧？我要。快打！下面还有几个还在那边悠哉的做事。啊！都给我打掉！不要打我家！不要打我家！走开！好，有了。赢了耶！我好聪明哦。取水吧。你这边还一只。吓到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挖我们的矿，耶，有没有？那个，我们看一看，我看到的金矿是在这里。这里的话，我们要挖下去的话，我们就挖一个楼梯型好了，就这样。好，然后到这里，哎，为什么挖不到？哭。真的，他们挖了，感觉有点难过。钓鱼吧。因为我怕家没有食物，够。你就先挖，然后我先看一下上面的情况。原来你们也会自己打的哦。取水，把它砍掉。然后羊妹妹杀掉。矮的饿了，没食物了吗？哦，对，没食物了。好，我放，等我。必须有，好的。然后我们可以做的鱼汤呢？鱼汤有，好，放上鱼汤。啊，放不下了，妈的。好，然后下面这边哦，有一只虫虫，难怪挖不下。好，杀掉它吧。不用想太多，杀掉它吧。好，然后我们先拿一点梯子出来，梯子 ，OK。我们需要一些做一些梯子了，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办法上去。好，然后梯子就往这里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上来，然后走不上去，有没有？这样，好，完美。然后我们再继续挖，挖吧。矿工时间。快挖，然后我们的魔法石还有很多，没关系啦，有嘞，完成任务了，然后继续挖吧，超多的，感觉有点爽，然后这边有一只虫虫，顺便杀掉吧，先挖。超多的欸，好感动哦。然后我们有新任务，有什么新任务啊？加固房屋，还有钓鱼。必得学习你必须制作品。我们不是有钓鱼的吗？哦，所以这个是完成的还是怎样？没有欸，奇怪的。在路上建造一些夹子，所以我们底下放一个夹子。哦，我们去放一个夹子吧 ，Go！ 夹子，我的夹子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好，我们夹子放这里吧。不要，放这里吧。哎，不要，放这里吧 ，Go！ 然后还有一个放这里吧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放哪。然后把这只自己杀掉，有按到了，然后再砍点树吧 ，Go！ 那我们继续往下面，
快！然后这边，哎呦，吓到了！然后我们这边要放多一个梯子，这样。啊，那个没关系啊，不会死的。这样，然后补上去了吗？补上去，我们就不放了。我再把这边挖掉。哦，又加一棵树，法师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不要挖掉煤炭，煤炭不足啊！啊，杀掉杀掉，好，可以了。然后这边再插一点火把，太暗了太暗了。好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先到此了。对，我们做了蛮多东西的。哎，这个过后就可以模仿了 ，nice。模仿就可以做面包，感觉不错吃。还有基本还有什么雕像，好多哦。这样我们去布置我们的家。好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实况就先到此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下一集可能就开始做石头的，然后可以的话就网上见吧。上面就做布置，然后提高那个舒适度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此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给个赞，谢谢支持我，再我更新一点，耶、yeah. 好啦，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此哦，所以就加啦，加。